各位亲爱的优酷的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坤，很高兴能够在拉萨，我们完成了11天的行走之后，能够跟你们分享我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。那11天的时间非常的短，但是我很希望行走开始了之后，你在一辈子都不要停下来，因为不仅仅是外部的行走，我希望你们内心带着正面的力量，积极的力量，一直行走下去。那东森童话行走力量，行走的力量这个项目团队，也感谢所有网友朋友的支持，我们明年会加油的。我希望现在我脏脏的外表，但是有一颗敞亮和干净的微笑，能够影响你们和你们共鸣。谢谢你们。我觉得，优酷发起的这个活动很好，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讨论的是什么是牛，就是我觉得是头上长角的是牛，还是内心强大的人是牛。那我很希望，优酷这次支持东森童话行走的力量这次项目的所有的媒体朋友，包括优酷的所有网友朋友们，能够在明天开始内心行走，成为优酷牛人。那我在此时此刻也跟你们分享我在行走11天之后的快乐，希望你们明天开始每天都快乐。